清但是是近年崛起的一个欧洲的强手啊，在最近三年之中啊，只输过一场比赛，绝对是生力军的好手啊。哎，据我所知，咱们的红方选手也是实力非凡哦，获得过多条金腰带，所以说接下来他们之间的比拼也是值得我们期待。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。Introducing first,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, standing 176 centimeters tall, age 23, his professional record, 36 wins, 5 losses, 1 draw, and 19 of those wins come by knockout. Introducing tonight, from Belgium, Marat, Grigorian. Introducing from the Kingdom of Thailand, Aikpracha, Meenayothin.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。One action begins. Referee in charge is 毛景宇。2015年的这个出生之战的一个选拔赛，这是一个地主的这个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。这个巴塞是这个泰国四大拳王之一，和波球齐名，但是很遗憾，他在昆仑决却两战两败，可见昆仑决这个水平之高。因为确实这也是一个高端的赛事的品牌，这么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。那这一次比赛对巴塞来说依然很难。对方的马拉特实际上是73公斤世界冠军，这是降级打70公斤级比赛，所以实力非常强。就开局以后呢，有点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巴塞呢，现在实际上是舍弃了自己的长处。一开始跟对方拼拳，这样的对他应该说是并不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出色的选择。一般来说泰拳手的话腿法是比较厉害的，巴塞属于少数几个就泰拳手里头拳法相对较好，所以他也经常用他的拳。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对手啊选择不同的战术。特别这次的这个南方选手比利时的马拉特，这个身高臂长，对巴塞来说的话，怎么能够打这个更好的距离，可能挺重要的。啊，巴塞在用拳法进攻啊，上膝。啊，泰拳手一般在膝法上和肘法上是比较占有优势的，而很遗憾，自由搏击比赛是限制用肘的，所以呢，泰拳手不一定能够完全发挥出来。而且这里使用膝法呢，和我们常常见到的泰式打法的这种用心是有所不同，因为他的禁止呢用手臂进行辅阻，然后呢使用膝法进行攻，只能够单纯的用膝来进行冲撞。对，纯泰拳比赛可以抱紧然后去用膝进攻。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选手呢，叫能够具备扎实的功底，有很宽泛的适应性，能够来者不拒，适应各样选手的对抗。啊，马拉特打得很主动，那压着这个巴塞在打，双方实力都很强。好，而且第一局打得非常激烈，都有 KO 对方的想法。现在马拉特好像占据一定的主动，应该现在整个局势上看呢，对于巴塞还是有所不利。巴塞是刚才用两个腿法来扭转局面。好，两个后手连续。对，正如你说的，巴塞可以更好的用腿法，可能是他的优势。完全拼拳，他不一定能有优势。危险，但是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并没有能够迅速的跟进。啊，但是他这个手已经触地，可能会扣一分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。这个被称为叫三点支撑，当有三点支撑的时候的话，可能就属于有效的打击了。第一局打的就异常的这个激烈，双方没有试探就直接进入肉搏了。我觉得双方也是力图在气势上能够压倒对方。对，马拉特的拳也很好。对，这是一个迎击拳，非常漂亮的迎击拳，然后直接这个命中遍布。这里我们生出一点点担心，就是在上面的前面的巴塞比赛中啊，他就是因为使用腿法的时候被对方打了迎击，这样呢使得自己功亏一篑，失去了比赛。
所以这个八胎这样著名的选手，他的这个比赛其实挺难打的，因为对手对他的研究会非常多。应该说呢，都是做足了功课，对，有备而来。啊，他。好，第二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。昆仑觉得这比赛其实越来越能打，很多这个来自 Glory 来自 K1 的世界冠军都倒在了这个昆仑觉得这个擂台上。正所谓是高出不胜寒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对，那今天的八胎这个比赛也是挺难打的，第一局我觉得八胎就没有取得优势，这样逼迫他第二局会打得要更主动才行。但危险，危险很强，危险，非常危险，可能被击倒。对啊，这是对方不给他任何对方气的机会，对方打得很有经验，然后他抓住机会，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对啊，对方经验非常丰富，在取得优势的时候就连续进攻。对，一般选手的话受到重击以后，他的反应会短暂，会比较迟钝，更容易受到击打。对于巴萨来讲呢，他确实也比较纠结，巴萨也非常的顽强，刚才这么多重击居然还能挺住。对，但是也不能小看发财这个地边腿的这种砍踢啊，对，也会给对方造成很大伤害。因为泰式的这种砍踢，应该说呢，它这种杀伤性呢，还确实是显而易见的。对，中国选手和泰拳手打，不管输赢，都有常常这个腿都很难支撑。就算你赢了，下了以后呢，也是一拳一拐。对，他们的这个边腿非常的有力量，叫砍踢。哎呀，这个巴泰就是希望跟他肉搏，然后硬碰硬的打倒对方，但这对他也很非常危险。那连续后手拳，我们看到巴泰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。马拉萨在一轮这个狂风暴雨的进攻后，现在稍微有点迟缓。你看巴泰在主动进攻，他这个后手之拳呢，他直接打对方的腹部，应该说呢，这个。战术还是比较得当的。哦，双方这样硬拼对体能的要求太高了。对于双方来讲呢，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这种时间。对，马拉特主要就是用拳，这个巴泰有时候用腿，但用拳用的也比较多。膝因为有时候距离不容易把控，所以呢没有进行有效的攻击。巴塞体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，你看像刚才在蹬蹬腿，蹬完以后我们看到自己有点立足不稳。对，巴塞也非常危险，因为现在体能下降，防守能力也下降。看看我们讲的双手呢有点掉价啊，对，双手有些掉价。这时候马拉特在主动进攻，非常危险，危险了，巴塞可能起不来了，很可能起不来了，看看是难逃一劫。对，因为这个体能不行了，真是出乎意料。巴泰还能站起来吗？啊，这比赛结束了。作为优秀选手啊，在比赛中呢，确实还要做到呢，是有力有劣，要有力有节，还要张弛有度。对，他主要要攻防兼备。我觉得这个巴泰这两局打得太凶，就是全力进攻，防守我觉得有点做得不够，受到过多的重击。尤其他那个步法应用啊，应该说呢，相对的还是比较的有限。他几乎没有躲闪。然后防守的话呢没有完全到位，这样的话受到了多次重击，即便他也打到了对方很多次，但是他没有完全那个扛得住。因为根据对手的情况看呢，你这种打法呢应该是正中下怀。对，对方正好跟他第二回合2分43秒 KO 对手获胜，中国南方选手，南方选手 Grigory。 但是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来自泰国的巴才，因为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，不论输赢他都要把精彩奉献给这个擂台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。